派嘅权论，黄宗岳，法声书，广东话。太极者，无极而生，动静之机，阴阳之母也。动之则分，静之则合，无过不及，随曲就身。人刚我柔为之走，我信人背为之占。动急则急应，动缓则缓随。虽变化万端，而理为一贯。由着熟而渐悟董敬，由董敬而皆及神明。言非功力之久，不能豁然贯通言。虚领鼎敬，气沉丹田，不偏不倚，忽隐忽现。左重则左虚，右重则右渺。仰之则弥高，俯之则弥深。进之则越长，退之则越促。一语不能加，形从不能落。人不知我，我独知人。英雄所向无敌，盖皆由此而及也。诗记旁门甚多，虽世有区别。盖不外壮稀弱，万样快易。有力打武力，手万样手快。是皆先天自然之能，非关学历而有为也。拆四两拨千斤之巨，显非力胜。观无蝶能御众之形，快何能为？立如秤准，活似车轮。偏沉则徐，相从则滞。每见数年顺功，不能运化者，律皆自为人滞。相从之病未悟矣。欲避此病，须知尖走阴阳。尖即是走，走即是尖。阴不离阳，阳不离阴，阴阳相济，方为董敬。董敬后越练越精，默识揣摩，渐至从心所欲。本是舍己从人，多误舍近求远。所谓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，学者不可不尝辩言。多谢观看收听。